走走走，我们溜滑梯。我先溜。看你溜。因为我觉得我太大只了，我溜的话会卡住，我会卡洞。我这一下不会。是吗？因为你以前都没有卡，而且你以前很胖哎。好，那你先溜，你溜完我再溜。好了吗？看我了、会卡住吗？哦，好快啊！爸爸，你确实这么大。好快哦！哇，卡住！再来一次吧！不要！你溜就好了，爸爸陪你上去溜。爸爸在下面等你好了。我不要上，因为我害怕自己。好，陪你去上面。哦，这个溜滑梯好快哦！天哪，太快了吧！超高的，吓到了！小心啊！来溜吧！哎，这很危险，这很危险，很危险！可是我在学校也有这样溜啊！不行，这样这个太高了，这个很危险，溜吧！咻！对啊，出来了，哈哈哈。